有摸过牌？有跳牌了，有帮你跳牌了。跳牌了，那我就打一张。嗯。我就打四十就好了。李峰东。哎，李峰。好，李峰。好，都打南风。其实我刚配名牌听牌，觉得超级小，算了。九万有吗？没有。南风。还有暗吗？有。好，西风。豪哥应该也有吧，那个全套，白板，中了还是你那个全套没到？你没想象赢了两千吗？一千五百五百。对啊，两千。对啊，两千。没有，要庆幸我不是庄家，我是庄家的话，一千哦。南风，啊，连续两个南风，还好吧？哎呀，是北风。哦，对，没办法，你们打三张，结果我一张也摸不到。像，没关系啊，婆婆，婆婆连庄你还是没。对啊，不错啊，婆婆连庄对我很好，把你两个都靠。有啊。九万。啊，算了。一饼，哎，三饼，嗯。二万，好，四倍，一三四五点，四都这样。二万，三点。西风，哼，讨厌哎，早知道选不靠，就是自牌出身。东风，大家都摸一张，没了，北风，没了。哎，怎样啊？进一出，南风，三南，讨厌。哎，南南南北北北南北战争，
人类战争，直接摸完。猫咪大战争，好像我了。哇！我还说这边摸完，我都还没听呢。我也还差好多。我还差一张。我这样对称，11345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可是你要做成两打，要若有的要碰才可以，对啊，那就不是对称。好，婆婆就。